小番茄啊，收收手 ，logo。哦，对，千万不能挡住 logo。来，换个 pose。这个茶来，快来，来，每一个人都有功劳，大家一起来吧。地下，来，对对对，地下，好，谢谢。来到这儿来，看镜头啊，最放松的状态，举起你们手中这个小香水，好，三。二，怎么那么多烟啊？是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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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快这边，是我了，快点，走走走，快，放一把。哎，你去做什么？里面很危险，管好外面的人，我去救伤品。哎，小琴。喂，徐副站长，你快回来，着火了，小琴呢？什么？你慢一点，叫救护车，把这擦一下。明白的。他进去救伤品了。我带你出去。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哦。小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妈妈都会带我来这里看月亮。现在她不在了，但我想她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来这里看月亮。
这件事情爷爷和哥哥都不知道，你是第一个。以后我会在你身边，不会再让你一个人。你不是不会说情话吗？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是我想说给你听的话。我也有想说给你听的话，我会给你最大的安全感。你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男人，我爱你。你也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女人。就这样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还有呢？我会永远待在你身边的。然后呢？还有，我爱你。这个代表了。你耍赖！师傅，你什么时候能回公司啊？我想你陪在我身边。明月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就会回去的。更重要？什么事情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在给你做饭，你去那边等一下。我不要，今天在公司一整天都没有报到，我现在要好好抱抱。你这样抱着我没法做饭了，等一下你肚子抗议了怎么办？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，我的心都没有填满，我现在需要充电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够不够？慢充吧，我现在需要快充。你仔细听，一见面出去不宜多惊喜。喂你吃东西。那凯撒沙拉好不好？又吃沙拉，我想吃肉。